今天的天气状况应该还不错，希望待会儿在武大能拍出一些满意的作品吧。我们现在是在等公交车 ，OK， 我们先上车啦。对，很正常的走，看一下，然后，对。你看这种电动车爬坡特别费劲，如果是烧油的话，其实很轻松。估计带一个人其实还好，两个人的话相当吃力。那一个人电动车的话还好，要是两个彪形大汉，我操，完了。对，画包已经对，是吧？到时候在这儿看风景很好，但是这个地方估计造成你们撕起来就不容易。这个确实是樱花。半个我还得